今天主要是讲连千亿啊，我今天主要是讲连千亿啊，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。今天这些老板，今天这些社会大兄，这些头家什么，在给咱教育的，拢是教育咱对的代志，吼、哦，叫咱在这个社会，咱唔好去甲人有诶无诶，咱唔好无大无细，吼、哦，咱唔好怀贪个心走。啊！你连呢？你规工，你规工伫网络顶管，你领诶命啊爸诶！当事人也来了，你叫伊来嘛，无要紧。其他台湾这个社会是无够混乱呢啊！台湾阁无够乱呢啊！今仔毋是你作呕诶啊，嘛毋是你作穿诶啊，嘛毋是你有啥屁股啊！今仔日这个社会是人，足简单诶啦，你也好啦，我也好啊，大家拢共款啦，大家是卖甲无爱，卖甲毋爱尔。你规工咧制造社会，哈、啊，规工制造社会一寡动荡不安，遮侪少年家咧看你咧直播，看你咧讲笑讲片，你规工伫遐笑诶片诶，嫌代志无够济呢啊！哈连呢？今仔即颗高二的啊，今仔即颗 YouTube 啦，即、這个高二的即、這个啦，他有没有攻击你啊？伊今仔是讲属性呢，即个被害者啊，哈，即个相信你的消费者，即个被害者，今仔搞来安那啊？今仔是相信你，人今仔人嘛无来攻击。他是陈述事实嘛，对不对？他陈述事实，你他妈的，你要叫人家什么面具拿开什么上面小的上面偏的，这么是在啥？规工底下拖钢棒，外部的人安那看我唔知啊，啊内部的人安那看？你啊，这么是嫌社会不够混乱呢啊？要搁破坏社会安定了对哇？你真正无所搞的啦！恁爸先来讲咧呢，连千亿恁爸就是咧讲你啦，拄啊好就好啊，你刚好就好了，你敢听我的意思啊？该错就要认，唔对就唔对，卖底啊唔对，佮创个一支白，佮底啊咧，规工底啊咧制造社会一挂困扰恁，制造遮个媒体一挂恁遐小的片啊，你是，你是咧创啊？社会不是你咧撬的啦，我同款个迄句话啦，社会你阁无头的啊！今仔高二，伊敢有找你的麻烦？他有特别去找你的麻烦吗？他有特别去诬赖你、去栽赃你、去说你什么吗？没有嘛，人家没有嘛，人家今天这些受害者，人家去那边跟他投诉，跟他那个嘛。如果他今天讲的有一句话不是事实，就你明明没有这样做，结果他偏偏要诬赖你。如果这样那就算了，在网路上，在媒体前面，在那边讲说哈，什么被贴人的什么小鬼啊卡，人是什么小鬼啊卡，人家就戴个面具，人家是什么小鬼啊卡啦，什么小鬼啊卡？你他妈，你今天一个 NFT， 到底你有没有很懂元宇宙啊？你有没有很懂元宇宙啊？你今天你做的事情，你在那边拿罗志祥，你在那边拿周杰伦，啊，你在那边拿陈零九，在那边讲，你写的他妈写的公差，你们有一样吗？你觉得你们有一样吗？你们有在同一个档次吗？有没有？就不在同一个档次，你们做的事情的出发点跟终点，你们从原尾到末端，全部都是不一样的。你到底是在？你到底是在靠背吗？啊！你他妈那天我们去接大甲吗？林八跟兵哥坐在那边，从头到尾我们就自己好好坐在那边，我们也没有怎么样，是不是你过来？啊？应该是吧？应该不是我们过去吧？应该是你自己过来吧？过来握手握完之后，你就他妈坐在中间，没输你娘。美术力跟他隔离，做就算了，
你坐在那边你就算了，你就做你的。你他妈在那边叫人家拍照，我也不知道你叫谁拍的啦。他妈拍照拍一拍，又在那边转发媒体，啊，又在那边叫媒体报啊报啊你。啊报一个你，啊你换阮咧拍做人，你是咧什么世纪大和解咧？什么西洋骨头？又甲你和解？恁爸是无爱插潲哩，恁爸当时甲你和解啊？啊你若无欢喜，你来找我就好啊。吼、哦，恁莫针对遐无辜的受害者啦。这些兄弟，大家是不得已去当兄弟。大家是为这个社会尽可能的奉献，尽可能付出，不管他赚的钱是怎么样，人家这些兄弟人是尽可能在努力，尽可能在付出，尽量要转做生意，好好的做生意，不要惹是生非，尽量对这个社会不要说有贡献啊，但尽可能不要危害这个社会。大家是尽可能在转做生意人呢、欸，啊，严千亿，我想跟你讲的啊。今仔唔是这个人，我来叮当啊！今仔卖讲台湾啊，包括东南亚，包括缅甸啊，咸的啊，迄唔是我来叮当啊，是大家无爱啊！我先来讲正经的啊，啊不你早来包过啊！今仔是大家无爱，啊，搁有啊，我先来讲的啊，我今仔会开这个直播啊，我就是拢联络过啊。我拢联络完啊！啊，你卖客气啊！你卖客气啊！台北啊，新北啊，台中啊，哦，包括这边的啊，包括台南、高雄啊，哦，你大家较注意的，无人要对你安那，无人要对你安那，没有人要对你怎么样，但是你自己记得就好啊，错的，你他妈跪着都要认。剩下我不想跟你废话，我该讲的话我都讲完了，好，我该说的我也说完了，我他妈我也没有想蹭你什么热度，好不好？我知道你说你自己很红，我知道你说你的触及率很高，我知道你是台湾第一，不要说台湾，你是亚洲最狂直播主，好不好？我知道你是最棒的，倍棒，倍棒，好棒棒，好厉害，我知道，哦，我也没有想蹭你的热度。好不好？哦，因为我就是一个生意人而已。哦，我也不希望去蹭你的热度，我也不希望去让你讲说我是怎么样。但是我希望，好不好？整件事情新闻也已经蔓延好几天了，新闻也已经持续好几天了，好不好？我们带给台湾这些大众，带给台湾的媒体一些比较正向的东西，不要每天报这些死这些垃圾新闻，好不好？不要这样子。